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代替泰鲁国科发生火车排练的意外。检察官进一步来追查，要了解讲李义雄讲的话到底有影也没影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影。读作影，这是白音，影意思就是光线，互人查到变作有黑暗的所在，咱讲黑影。另外，这里影也会当讲是人、物件形，像咱讲形影，会当直接讲是人或者是物件，像今日拢无看到伊的影，意思就是无看到伊的人。感觉是有这件代志，咱会讲有影无？影也会当讲是看一个、了一个、注意一个，像讲囡仔替我影一个，找借我影一个。另外，摄影器材翕的画面，咱讲影像、影片、电影，这里文音读作影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无影无只，意思就是根本都无的代志。第二个词读作风声崩影，意思是要哇一只沙母崩甲水牛大，一点点啊代志会当讲甲足含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这件代志到底有影或者是无影，是无影无只，还是有人风声崩影，破一个影生一个囝。等到一段时间了后，真相大家都会当知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影，另外本音读作影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